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《甜蜜杀机》的导演连奕淇。《甜蜜杀机》是一部充满非常多元素的电影，就像一碗什么料都有的佛跳墙，非常适合寒假、放假、过年的时候看。希望大家可以进戏院看这部电影。开春首部警匪喜剧片《甜蜜杀机》，一块巧克力引发的悬疑命案。郎姐演的那个角色，红姐。那我最喜欢的原因是我们剧本中间有两三个月。卡了非常久，然后后来一直到我们到讨论出现了红姐这个角色，一切就找到好像找到方向，一切都坐标都出来了。我觉得是很高档的幽默，就不会是一定要有很多国骂或者什么那种幽默，就看过的一定会是优质的，对，很优质的喜剧。2014年开春强档第一炮引爆《甜蜜杀机》，1月17号下午4点，晚上10点半，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